咱们就是拼了命也不能让他们渡过这葫芦口。对，为了全城的老百姓，绝不能让他们渡过这葫芦口。今天的葫芦口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。好，那咱们就一剑把他们钉在这葫芦口。好，撤。山路狭窄，还有密林，恐怕会有埋伏。岳飞的主力军都不在这儿，在这儿怎么会有埋伏？四太子，末将先去探探路。通知四太子。是。怎么了，老四叔？这是金兀术的前队，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，等金兀术的大队到了，我们再做行动。是，传我命令。进发。是。四太子，注意警戒，保护四太子。
吁！站住！有种的，来跟爷爷较量较量。四太子，给属下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让属下亲自去拿下他的狗命。哼，我来会会你。Thank you.
明的铁路图被袭，死伤一大半。什么？混蛋！撤！撤！撤！四太子，这边。别让金人跑了，金兀术，这葫芦口进得来，就别想再出去。四太子，只有这些人手，他们不过是虚张声势。杀！杀！冲！如果不是你们相信我岳飞，相信岳家军，这场仗我们不会打得如此痛快。对，我岳飞在此谢过了。谢谢乡亲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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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乡亲们。
爹，金兀术耳聪八方的，他的探子要是把消息传了出去，我们还是麻烦呀。不必多虑，张宪等人已经赶过来了，咱们正好跟金兀术好好干一仗。大哥，你没有去搬兵啊？不瞒诸位，此刻之局面是我设下之计。朝廷朝令夕改，北伐难上加难，倘若金军不主动迎战，那么我们北伐岂不是更加难上加难？大哥，所以你把自己当诱饵？只是我没想到金兵来势如此迅猛，没等我回防他们就打过来了。大哥，再多的金兵我也不怕他。对，爹，我也不怕他。对，好，岳将军用兵如神呐，区区500击退20000之众，下官闻所未闻呐。大人过奖了。王将军，王将军，大哥来了。皇上，吃不下饭就喝口热汤吧。哦，放下吧。爱妃啊，你可知道朕现在天天担心前线的战况，那种心情七上八下，正所谓吃也吃不香，睡也睡不好，难受。臣妾听说岳飞头一个月里不都打胜了吗？那些都是小胜啊，岳飞还没有碰到金兀术的铁浮屠啊。朕在想，万一他要是真的遇上了铁浮屠，顶不住了，那接下来到底应该如何呀？喜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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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报呀！皇上，岳帅打胜仗了。赶快呈上。好，你看，岳飞果然不负朕之所望，他在汴京已经形成合围之势，不日就可以把汴京打下了。真是大快人心。皇上，那你现在能吃得下饭了吧？吃饭，好，吃饭。
将军，将军，你不能再喝了，滚开！大太子都不在了，你们哪个能管得了我？将军，你这话要是让外人听见了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听见，听见又怎么样？将军，我现在就是一个闲人。将军，夏金乌才是四太子眼前的红人。我现在说话算什么？我说话就是放屁。我寒场还不如战死沙场，一了百了。将军，将军，我都觉得替您不值啊！你为了打金，在外面出生入死，连命都快不要了，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？你看夏金乌他小人得志的样子。他夏金乌，夏金乌，狗仗人势！我呸！将军，将军，我想劝你，还是另做打算吧。打算？打算？你告诉我怎么打算？大太子没了，大金帐还有韩昌的立足之地吗？将军，滚开！将军，别这样！将军，将军！哟，梁子，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晚呢？今天这路上耽搁了。啊。这些菜啊都是今天刚摘的，你看，哎，齐不齐？准保都齐了。您看看，看看。要不您来根萝卜？行了行了，厨房正等着你呢，不用了，赶紧的。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搬搬搬搬！花似玉的奸细，谁派你来的？要杀便杀，废什么话？行，很刚强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且慢，干什么？韩将军，请介意不说话。有什么事说。将军，这个人杀不得。杀不得？上到赵构岳飞，下到你宇文虚中，哪个宋人我杀不得？笑话！想一想，将军，如果你真的杀了他，可就没有退路。我韩昌对大金忠心耿耿，要什么退路？果真如此吗？
果真如此的话，那将军就不会偷躲在帐里喝闷酒了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活腻了吗？我正是在为你着想，将军。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？现在你已经不被金军所重用，夏新武事事挤兑你，而眼下大宋有岳飞在，根本不惧金军。你既然已经不被金军重用了，为什么不赶快想办法投身宋营呢？以你现在的身份和地位，你去了会前程似锦，名利双收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我韩昌对大金永远是忠心耿耿。没错，将军一片忠心，可是其他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吗？自从上次你被岳飞放回来之后，你没有发现吗？金营上上下下都对你敬而远之。从前大太子在，没人敢拿你怎么样，而如今这棵大树倒了，如果你再不为自己做打算的话，只会把自己逼上绝路。宇文虚中，是岳飞找你做的说客吗？我根本就不认识岳飞，但是我知道，有岳飞在，这场战争金人就打不赢，而此时正是我们弃暗投明、认祖归宗、为大宋效力的大好时机。因为我们都是宋人，继续巡防。是。大哥，你为何事愁眉不展啊？你保重身体啊。越胜，我便越有不安的感觉，生怕朝廷突然来一道圣谕，就让我们罢兵回朝。大哥，你不是预计朝廷会给我们2个月的时间吗？已经过去1个月了，现在朝廷之态度初见端倪。你是说粮草迟迟未到的事情？肯定是那秦桧捣的鬼。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啊。大哥，我军孤军深入，危险啊。险中求胜吧。将军，速速姑娘求见。将军，我先去巡防了。
情况如何？好消息，韩常带着五万兵马来投诚。五万兵马简直就是如虎添翼。太好了，说来听听。我和小梁哥一路潜入金营，不料被韩常发现了，在危难关头有个叫宇文虚仲的汉臣，他救了我们，而且他还说服了韩常来投靠你。这个韩常原来是詹汗手下头号大将，自从詹汗死了之后，他就跟着金兀术，在健康的时候我抓了他，又故意放了他，从此之后他在金营就备受猜忌，现在看来他的日子也十分的不好过。太好了，明完子时他会带着五万兵马在小山河跟你接兵。此事若是真的，有了韩常这支军马，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就可以直捣黄龙了。可是叶大哥，虽然这件事情这么顺利，但是金人诡计多端，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些。我心中有数。岳大哥，现在外面风沙很大，你要多注意眼睛。韩常投宋在我意料之中，我看他是有诚意的，他应承双方在小山河会面，带五万人马投诚。这事如果是属实的话，对日后会战是大有帮助啊。素素姑娘和梁小哥为了此事冒了很大的险，也费了很大的力，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我担心那个金乌珠他诡计多端，万一到时候他设下什么圈套，等咱们的人一去一往成擒，这不打上由他了。哎，卖萝卜的跟着挑盐担子的走，张宪你操哪门子心呢？大哥，这趟让俺老牛去吧，保证给你带回五万人马来。只是啊，咱北方人爱吃面食，到时候多抬上几篓的馒头和葱油饼来，别让俺老牛出了丑就行了。是得派个人先去摸着石头过河，先探究竟。让我去吧，这事儿就别让牛爸去了。那为什么呀？哎，你知道吗，这趟小商河接兵不光是能打，那还得有脑子，这两样我最强。这真要打和动脑子，我可不比你差。那怎么可能啊。牛爸，你都是娶了媳妇的人了，你得回家传宗接代，光要门楣啊。再说了，这事儿要是让贵娘知道了，能饶得了我们吗？我就不一样了，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呀。嘿嘿，这事儿啊就得让我去，对不对？别你等会儿啊，这个媳妇儿呢我是娶了，可你还没娶媳妇儿呢，这娶媳妇儿的滋味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不能说这个呀。牛叔啊，我娶了媳妇儿啊，我儿子都有了，照牛叔的话非得我去不可了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去一个晚辈跟着瞎掺和什么？就是大人说话别插嘴。我告诉你杨毛子啊，这就得我去了，你不行。切，凭什么呀？哎，行了，兄弟几个就别争了，争来争去争不出个结果来。我倒有个办法。啥啊？不如我们抽签做决定，谁抽到那根签最长，谁就去小山河接兵，怎么样？好，抽签最公平。抽抽抽。好好。哎，在这儿呢。我觉得此事有问题，还需要从长计议。杨毛子，先别着急启程，等我命令。是。张宪、王贵，大哥。哎。杨毛子。我找你有话说，走。哎，我看地图呢，拿一本干嘛呀？哥哥有话跟你说。
啊！什么话呀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还哎呀，听着，好兄弟啊，哎，这上上签儿，你让给我牛伴儿，成吗？不成。哎，你小子已经忘了，牛伴有多疼你啊？哎，你难道不想看着牛伴建功立业吗？哼，小商河接兵，我去的，你去不疼？哎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牛哥，就凭我，比你年轻力气大呀。这论年纪啊，我是大了些，但是要论力气，我还有把子牛劲儿。我这一搭手啊，就能摔你个七荤八素的。口说不算，搭手试试呗。哎，你个小子，你还反了？今儿不摔你个七荤八素，你不知道牛爷爷吃过几斤盐。牛哥，没事吧？你个臭小子，还真有板子力气。我呀、啊，还没使劲呢。哼，没使劲是吧？来，我给你加把劲儿。来啊！中一生里面射箭